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呢，我们跟着我们郑友军大哥的这个背影，一起来见证一下我们今天幸福企业维乐产业集团的中餐。好，吃饭之前呢，先喷个酒精消消毒。OK， 够了够了，左手就好了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冰淇淋公主啊，她总是第一个来用餐的。他总是来用餐的，他的中餐时间绝对不会错过，因为第一个来吃的话，比较可以夹到一些比较好的肉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汤是这个，啊，一看就知道是芦笋汤。好，芦笋汤。那个哪是芦笋？啊？算了。啊，竹笋汤啊，竹笋汤，对不起，竹笋汤，竹笋汤，竹笋汤。你真的没有一天念对？没有，有时候会念对啊，像这个空吧，你看空吧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蛋蛋控豆腐，卤肉控豆腐，看起来很好吃啊！好嘞，好，这个冰淇淋公主可以多加一些啊！你饭都没吃，你这个肉可以多吃一些。超咸，超咸不会啊！来，那这个肉的话呢，一看就知道是铜板烤肉啊，这个很好吃，有大姐的爱。那这个的话是这个四季豆，好，四季豆，这个是豆皮。来，这个是伟哥，好，伟哥的话他吃素。好，伟哥，对，伟哥说他很久没有被 tag 了，我待会会把这个影片打上他的名字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伟哥，这是我们伟哥黄尚伟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素食的料理。啊，来来来，哎，等一下，素食的汤在这里，猴头菇汤。好，饭的话今天煮的不多哦，我怕我待会会吃很多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大厨，我们大姐。好，昨天煮炒饭给我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大姐，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再吃你的炒饭，谢谢你。好，我希望大家以后可以把饭快点吃完，我就可以吃炒饭了。后来大姐，谢谢，爱你哦。